柔佛的三大主题乐园地大非 Legoland 马来西亚莫属，这里是亚洲第一家以乐高为主题的大型乐园，于2012年9月正式落成及开放给大众。乐高乐园可谓是大型的户外游乐场，这里拥有超过70个游乐设施、景点及近15000个不同的乐高造型。这里的区域其中包括了乐高王国、创造力想象区、冒险世界区，还有最热门的乐高迷你城市区域，是用典型的乐高堆砌而成不同国家城市的地标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这个区域可是游客们最留恋的地方。除此之外，以英国骑士城堡及冒险火龙城堡为主题的游乐设施也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地方。这里的云霄飞车惊险的程度只是中等阶级，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玩乐。人家说啊，大热天来到Legoland简直是神经病，找死受罪。是啊是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确实很 wet 咯。你要 wet 啊，给你 wet 了。玩过了乐高乐园户外游乐场，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咱们一起来试身。这里就是 Legoland Water Park 水上乐园，于2013年10月正式开放，是全球唯一最大的乐高主题水上乐园，里头拥有超过20个不同的水上游乐设施及70个乐高模型，大家可以来这里体验水滑梯、戏水池、橡皮艇等等的游乐设施，非常适合2岁至12岁的小朋友及成人们来游玩。Legoland Hotel 终于正式营业啦！听说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酒店主题，还有造型，很多不一样的 Legoland 造型。哦，真的吗？有吗？是啦，走啦，现在干嘛呀？我们现在进去看，来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玩了一整天，是时候找个地方下搭了，不必伤脑筋，不必走太远 ，Legoland Hotel 就近在眼前。Legoland 是亚洲第一家乐高主题乐园，这里更是亚洲第一家以乐高为主题的酒店。拥有249间不一样的主题的房间，走进酒店大堂，不不让那精致的乐高造型所吸引。这里的酒店设施还挺齐全，就是房内没有宽屏服务，房外是大型的游乐场，房内可是专属的乐高小天地，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度过温馨的亲子之乐。Legoland Malaysia 结合了主题乐园、水上乐园及酒店的设施，成功的转化成 Legoland Resort。趁着学校假期，赶快携带您的家人到这里来玩乐吧。我们身后呢，就有马六甲海峡。哇，马六甲海峡，耶！嘿嘿嘿！哎，我出现了。我跟你讲哦，今天你们来嘞，不是看古迹的喽？不要出来，来干什么？请看 VCR。现在呢，我们位于的位置是 Bukit Melawati。这里呢是皇家沙漠，所以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喂猴子的那个状况。现在我们在的位置，不要吵架，我们在的位置就是海中央。我们拿来生吃，所以说那个感觉一咬呢，有那个玉米的味道。